大家好，我是老李啊。今天跟我的朋友约上肠粉店的这个小姑娘跟她的闺蜜，吃个火锅，顺便谈谈工作，谈谈我们拍视频的事情啊。很多人呢都问你说啊，怎么认识那么多美女哈？怎么那么会泡啊？你说是没有什么本事哈？不不错，是我认识他们，是美金认识他们啊。泡妹子，哎呀，这个东南亚，只要你舍得花钱呢，都比较好搞啊。啊，看见那个，他们在等我们呢。看两个美女，带她去吃火锅了哈。到到到，好。喂。一点，再慢一点，一样。他就点散的，没有点这个对，套他没餐。点套餐。等下我们再加一点就行了，等下我们再加一点这个菜行啊，看他来上什么菜。先上，然后其他的后面呢？你要啤啊？他不喝啤酒。滚！那、no, 喝了要的，鬼呀！他不喝，他非到酒吧去就喝不赢他。他们也吃点多少？那是什么？小白菜，这个是和牛样的啊，肥肉啊。那是金针菇，那边金针菇加那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点了八个牛肉，看到没有？菜单，看起来，牛肉这家的，等你摸一。这个要有的吧？哎，这个可以，先吃了。啊，行了，先吃柬埔寨一般的女孩子没有跟中国人打过交道的，还是比较诚实一点的哈。点菜都点的很少的，我们就加了一点。如果他们以后跟中国人混多了，他就知道了。他就会那个花钱就会大方一点了。上了几天就不做了，两天。等一下我们到带他到肠粉店老板，你去给他说一下，看他要不要。如果不要的话，就把两天的工资要算给他了。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菜单的价格。四千相当于1美金啊，6.5人民币。这个6000-7000花生哦，倒下去香的，看这个价格，他这个牛肉还没有，这个3000，这是牛肉，这个嗯，蔬菜是2000。本来是有套餐，有3万、4万、5万的套餐的，今天没交套餐。我问你是你是，你别那么客气干嘛？你不要太搞得太客气，你搞你自己的，你搞你自己吃哈。啊，搞个美女吃是对的。先搞一次，等一下就自己夹了。想泡个美女就搞一个，谢谢。加了个五个，加了个蔬菜是五个哈。你拿飞机给他看看他有没有啊？你飞机的？你问他有？谁是安全面呢？你看，面。还有，
没有，还有什么？妹妹要我 Facebook 给她，啊，她那个 Facebook。你要我，你加他叫吧。Yes, yes, yes。在国外呀、啊，微信呢、啊，本地人是不怎么用的哈、啊，所以到外国泡妞啊，这些外国的 Facebook 啊，这些很多那个软件呢、啊，还有 Line 什么，这些必备的哈、啊，泡妞的工具啊，哈、啊，神器哈、啊，这些东西必须要有啊。没有的话，你怎么跟人家联系？吃好了哈，大家看这两个妹妹还可以吧？联系我啊。不太干呢，冰哎。哦哦，我带你去。我带你去。两天，工作两天，一二，二二二天。你们抓在水上给他，水上给他走了，很牛。有啊，有水上手上你们有啊？说什么？我说找个人给你谈恋爱，做女朋友。妹妹看上你了，妹妹过来 ，OK。妹妹看见罗，对不对啊？你，滚嘛！北方男子，看到了。我来给他说。说一下，你有空的时候联系我。是吧？有时候我会带你出去拍视频。OK 啊。走，我要你去给老爷，要老爷，走。两年的钱就给老板说一下，两年的钱就给老板要一下，走吧。OK。这个工作肯定可以做的，对吧？他想做他想做的，知道吧？想做他想做的。对，工资是200，你不休息的话不到30，就是这样，知道吧？就是这样子。他说你不高兴了是？喽，我把你留下来，给你发红包。下次我考虑叫他考虑。本来我这人就是这样，你只要把事情做好了。我以前没事的时候，我就是坐在凳子上在睡觉，我就是这样。要做啊不做啊？无所谓是吧？只要生意不是很难。因为他没打过工的，他没上过班的，知道吧？是吧？他没上过班，知道吧？这个他没上过班。哎，他没上过班的，意思说我的意思说让他多搞几天，试验一下，对不对？试验一下，知道吧？哎，就是这样，反正我也不会收你。上班没朋友唱歌的。哦，do not speak Cantonese， 那个歌白白个安静。活泼是要活泼一点的，可能那个，这个要随和一点。啊，这个随和一点。那个我来几次，你看他满眼睛都不看一下我们，做不做啊，妹妹？想好啊？要摊干净嘛，摊干净。你做或者你不做，你就给我发信息是吧？你非是不给哥哥说呀、啊？要不要摊干？要不要给哥哥说？好吧？
你听懂啊？听得懂吗？来，我先把这两年的工资给你。工作不工作，你自己和老板说。你分的给你，我给你15万。好，如果你想拿，费师傅要跟老板说，要来他家跟老板说，跟老板说哈。如果你想拿的话，你再给我联系，知道吗？好 ，OK。有没有？啊，拜拜。啊。拜拜，先生，水深呐。嗯。